关于认真学习、落实守检阅，向教育部发送的检查建议书，推出保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具体预防措施。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落地，九部成立了。关于九部主任的人选，百变检察官雷旭，那扯是你了吧？哎，是我，是我。卫健工作，女同志干更合适。除了你，其他的都是女同志。你的副手，原俄检察官朱子瑜，叫我小杜就行。好，杨田。2007年有11起行走的智能档案库。徐张丽，三大冠军，每天还不练，帅你也没问题。我是检察官助理柳柳，法学硕士，这是个好苗子。您看咱们院还有其他部门，我去试试。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。对孩子这块我没什么经验，但是总得练习一下。我没猜错，你想自己去办江小姐的案子？那大力配，我配合大力。你的执法纪律一定是……我第一次被同行询问，他弦儿比我还低。您跟其他的检察官还真不太一样。我还一个疑点啊，这两个姑娘选址怎么就这么准？就在学校的监控探头之下。雷主任真是太莽撞，一点记性不长。我陪你一起去吧，我车能稍微干净点。一起消个夜。到这儿来是要受处罚很大，10个未成年人。我想再请你吃顿特色菜。谢谢雷主任，用你专业的办案经验，正确的引领我们。椰子4个，意思是 yes 的意思。